疗愈的感觉哦，疗愈的感觉，一代。
安吉阿咪食。七点。没事。我伫咧新义区，咧一个下。我今日要食啥物？和牛汤。没有。我今日要一寡配菜。啥物配菜？我要配菜，要洋葱。香菇、杏鲍菇、芦笋、杏鲍菇酱、香料水、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对。这个嘞？啊，你自己做的吗？对。好强啊！涛哥教你做，太英哥，哦，太厉害了！我们英哥的好厨一起棒。谢谢谢谢。在地好厨师。对啊，这都是他们家几大人在做。你说。哇，这好可爱哦！真的哎，而且四碗煮火锅，这把这样，这一把，这一把，再一个这个事情啊！我们带财呢，来，下一站，下一站。加买香菇。你一说这是菜了，这一包多少钱？两包和牛。和牛好像可以包那一种，和牛可以包有一种，包多少有？辣椒有吗？辣椒没有，有没有很辣的辣椒啊？绿色这个是辣椒、杏鲍菇、香菇。我们还要去上瘾水产，我要顺便买水产。知道吗？海胆放在河流上面，对，海胆的鲑鱼软哦。对啊，那我们要往那边移动，我们要先去拿牛肉。哎，五和牛，好漂亮哦！这个油花分布的很均匀。哇，你很会耶！好疗愈的感觉哦。好疗愈的。你很会耶，你卡住不进呢。好大片。好大片。这边厚，这边厚。对啊。好大。被你整推了哟。哇。哇塞，这个是牛排的吗？对啊，超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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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屌了，纽约客。现在我们要去那个台北鱼市，我们要买，我们要买海胆。这里号称的是台北的竹地市场，在日本的那个竹地就很屌，它这是台北的竹地。选一个漂亮一点的，都一样啊，都一样。我很喜欢的。